三呢做个规划，八二三六十周年，我们在前天厅办一个国际打击夜，现场拍手。因为你们的到来，我这个小小的书法展倍感光彩，感谢你们。曹操年老的时候的一个感慨啊，也是奇变，他的一生跟奇变很多年轻人到最后，我们的整个人生的过程，做一个奇变的一个一首励志的诗，这样子。获得再读再读啊，这个是这个易经的前面天卦跟地卦的一个前面的一个标题啊，是管亮的魏碑体，张仲农的魏碑体，然后叫做李之仪，所以正好把这一部这个字啊，把我的那个孙女儿的字砍上，正好用得上，所以我的孙女儿叫李之仪，外孙女在上海的那个，我之仪，言言自在，然后要舍得放下。今天也是国父写的对联呐、啊，哦，愿神通过万里岸，甘愿必读十年书啊，这个坚持才真正了民族中华，民国形成国史。